大家好，这里是牛不拉。好几天出来散步了，跟路上竟然拾了一只狗，看着也是搁到院子里头了，也不知道是个啥品种。你看看，就在路边上卧，曾一虎一脚踩住它。哎呀，好有缘呐、啊！刚好俺家豆豆正坐月子嘞，给它拾个孩回去。走吧，回去给你认个妈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嗯，这肯定是人家扔的狗。为啥呀？三百咋了？别人了？不是，你看，他脖子、蹄尖儿还有尾巴尖儿都是白的。这是为啥呀？这狗不好，这狗长得倒是通气灵着嘞。我知道俺家那狗那时候出月子了嘛哈，不比他大多少，狐狸累的。咱家都不行，不叫喂这狗，俺这还白，这还白，还有尾巴白。真怪的，不中点到在那儿，点到在那儿，然后搁到如果搁外头看着，咱去问问吧。这是三百是哪儿不好？我不知道。三百是小狗。啊？小狗。小狗。哦，那是那不贵，那但是也怪可怜人。那去他家找个箱子吧，找个箱子放外头地方。嗯。哎呀，你堆汤了吧？嗯。还没睡呢。该交电费了呀。哼，都天天写着这个，早都交了。你干我妈呀？你看，没事。回去，回家。回家。不是，你看着狗了，你看着狗。爸，你出来瞅瞅吧。你看着狗。那就看看。这狗拐喂不拐？那狗不拐嘞。不是有那狗不是说的不拐喂哟。嗯。走走。这谁的狗啊？是的。是的，那等我拿这碗喂着了呗。不是这一号，他这一号。哎呀妈！哎呀，好翻面儿，这啥这那呀？不碍事。不碍事。他不是跟有点像俺以前。啊，白嘛，也能挨着了。还有那个白蹄尖、白脖子、白嘴。狗扔东西，这谁在扔有啥问题的？有那不是说这个？俺家都是小腿连我啥味儿我都喂，白的是。给奶奶喂着吧。啊？给奶奶喂着吧。我这马上都过了一我七八个我抓死他。你说是坏是可能是个凶着。嗯，是。俺识住他了。俺家狗也是看多了。跟路上不是谁可能谁扔了，你要搁南边这儿不是？哎呀，俺这掏的狗，掏的狗，我的狗。这是个啥品种啊？他那狗是个柴狗。哦，柴狗。我看着我还想是狗了，弄不掉，不是他扔的，他跟着老狗跑出来的，回走了，满月了。嗯，满月了。哎，我喂他吃的甜了的。那是他丢的还是他扔的？他要不会再找了，他五六个了，他压不了那么些。俺也不会，不过可怜是个小孩。哎，那先只管先弄去吧。嗯，弄。回去买点豆奶粉啥，喂一天。先喂吧，喂。哎，喂他喂馍，这不吃的铁都。这都放心了。那都看干小孩是谁扔的。他不管喂了。嗯。这狗。没事。装，走吧。嗯，那把我先过去，还一会儿再拐回来。装，那我不上门了。你别上门了。一个惊喜，给他个惊吓！哎呀，溜我了，都躲我！我喊他，妈，妈，干爹，我给你弄个好东西。你给压一压，你看你那个房里也跑了，他会不会跑啊？俺们他会不会跑啊？满月了，这都可能，也可以，这养不满月的逃不出去。
他可能是刚才那个问了问那个小芳，他那爸说里头是可能是那是谁那片谁家的老狗撵老狗的出来了。没老狗哪看见他？他不要，他俩可能五六个了。俺爸说的呀，他生了，他那老狗生了好多，然后不稀罕呢。饿烫了，饿烫了。他咋跑丢了？他找他妈了，跑丢了。有个。哎呀，我舅舅，舅舅吧。叫舅舅。嗯。舅舅有家了。舅舅找了舅舅。他不是喜欢秋游不？一大溜子，秋秋有家了。狗不是喜欢秋游。哎呀，狗喜欢秋。大舅家。我说这个就拔了秋子。找了秋秋。长长长长秋秋秋秋，嗯，这个可笑的，长了狗秋，哈哈哈哈哈，长了狗秋了，秋秋好听，秋秋好听，长了秋秋了，别糟蹋它，糟蹋活着，不要糟蹋，你给它放上，它自己吃的可好，嗯，它妈肯定长得可好看，嗯，它都长得可好看哈，嗯，好萌啊，它长得更好看。